挖的越深，他那个逃跑几率就越小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嘿，哇塞，看，我天哪，这个可以啊，特别完整，也没有断。这个回家吃起来特别补，特别是冬天。哎，这是一个成网，现在的成网特别难找，这个季节也太少了。往上钻了，一抓着它的头，它就开始跑。哎，出来了，这个特别完整，鼻子都没掉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嘿，咻咻！这个如果说一弄上来之后，你可以打个水仗，有可能上网者啥的。我就怀疑这也叫误杀。这是一个千人猎，它的头特别硬，所以说我用千人抓它也捏不住。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